台湾的民宿产业相当发达，不过您有听过观星体验民宿吗？民宿当中有罕见的天文设备，甚至还让天文学家带领房客一览星空的奥妙。雾雾，对，雾雾的黑色斑点，那是太阳黑子。专业的天文望远镜进驻大鹏湾边的民宿，全台首座以星换宿的合作民宿揭牌启动，让民众有机会一窥天文之美。以星换宿，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哦。在推动观光这方面呢，我们把星空美丽的星空的景观就带到了民宿这边来，用美丽的星空去把一个地方的产业呢增加它的一个新的价值。借由民宿业者的协助合作，让全家亲子的旅游当中里面有透过专业的天文学的一个专家跟老师呢，来让大家一窥这个天文的星空的奥妙。大鹏湾低光害优势让天文学者相中，成为第一个观星据点。除了专业天文知识外，民宿业者更期许星空带给人们宁静的空间。我觉得这一个效应可以让我们的台湾人冷静下来，那我们是把心静下来，好好的看我们天上的星星，然后呢让大家的心都稳定下来，不要有那种焦虑症。我觉得等待看星也是一种修身养性。天文专家分享浩瀚星空，提供免费住宿，希望越来越多人认识宇宙之美。新唐亚太电视简成如台湾屏东采访报道。